按个空白键，好，然后你把移开，它会自动怎么样？帮你在前后加什么双引号？因为呢，空白是一个字串，所以比较正确应该这样，你就自己加一个双引号，空白双引号，就表示说，哦，我今天要找的是一个字串里面的空白，哦，然后取代成什么？取代成没有东西，就是把它取代掉。那没有东西很简单，不填。 就可以了。那最后这个就是说呢，哈，它会有一个位置，应该是说第几组的意思。比如说你这个地方空白有几组，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，然后它取代哪几组了哈？如果一般这个如果省略的话，那就全部取代。所以这里的话呢，最后一个参数不用，哦，所以是这个，然后取代空白，然后把没有 ，OK， 按一个确定，确定之后呢，它就把最后的结果呢，帮我们怎么样呢？帮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地方来。 substitute 这一个啊，取代成没有啊，更正一下，没有是什么？没有不是空白哈、哦，没有什么，一样还要是要怎样？这个就是什么呢？空字串的意思啊、哦，更正一下，这个地方跟上面不一样，上面是有一个空白，下面是取代成没有，空字串是这样，按一个确定 ，OK， 好，那你会发现有没有，本来有空白的，就变成没有空白了。 那我们就把这个没有空白的部分哦，把它 Ctrl C 一下，复制一下，然后呢，在这边增加一个百家姓2，并且哦，请各位把 A 栏到 W 栏哦，做一个按右键，栏宽的部分大概3就好了，因为这边太宽了。然后呢，再把 A 到 W 哈、哦，把它做合并，就是用那个跨栏字中，那并且把它栏宽拉高一点点哈、哦，然后把刚刚的字怎么样贴上去。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一个结果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把这地方刚刚的部分 Ctrl C 一下，好，然后再到这边的话呢，把它 Ctrl V 一下，好，复制贴上，贴上一下的话呢，复制，哦，然后把这个地方的结果，把它在这边贴上 ，OK。 那贴上之后的话呢，在按右键哦，我想哥应该出任格式嘛，因为要自动换列，对不对？所以按右键之后的话呢，找到对齐方式里面有什么自动换列，让它可以自动换列，就完成了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啊、哦，第一个步骤，把百家姓呢通通放在这里，有160个哈、哦、啊，再来我们等一下就是逐步的完成，如何让它一个萝卜一个坑啊、哦，所以这边的话在第4列里面。 到第4到U了哈，然后这个地方做一个表格，就是第4列这边啊，然后这边做一个表到 U 的部分，然后到应该是总共应该是10吧哈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表格的部分的话呢，所有框线一下，那底下部分呢再给它一个，啊再给它一个第二个表格，一个是向下，一个是向右啊，这边的话一直到18，一样表格按一下。 好，那等一下的话，我们逐步把这些填进去。OK，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试试看哦。刚刚在百家姓特别重要，先把它全部 end 串接，好 ，end 串接，然后呢，再利用那个，这个斜边的那个哈组，把它串在一起，最后才是 substitute 哈、哦。